第二十八代邪尊者，西天时代，中印度人，其母怀胎六十年，故初命名为男生，因辈分较小，承受心法，便自是我若不通三藏理，不断三界狱，不得六神通，不具八解脱，终不以邪制习。如此精进，人人称之为邪尊者。记一首，真体自然真，因真说有理，领得真真法，无形亦无止。